哦，来，等一下，看双方哦，双方竞牌。五万美的法式内战，哎呦，胖这个手牌有点强哦。但北魏的手牌其实也不弱哦，手哦，上真有的小吗？鸟跟学徒也不错哦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他这只会留学徒，小鸟跟那个小偷不可能留啊。不留吗？哎，哎呦，全全留，留。那是不是一费要空过了？对，那他这样打一费要空过，一费空过，二费一加一嘛。胖也喝水嘞 ，Oh my god！哎呦，这样子不要这么刺激，拜托，我快扛不住，我真的快扛不住了。怎么会留这个？我也是播过去年世界赛的，但我没有感觉到这么大的压力。我们等一下是不是要进顶尖爆发？一加一，小鸟加魔杖小偷，没问题。哎，怎么不留？怎么不打起手留的小偷？其实我觉得差别不大，打一个混摇位。OK，那这里进什么？抽牌吧，抽个，再进多进几张一哦。哇塞！OK，等一下这就靠你啦！要发动了吗？哦，Oh my god！我两边互秀呢，两边都要发动，两边都会发动咯。那要选哦，是选这个吗？这样其实等一下有可能搭配不到法伤啊。那要选一吧。拿了这回就不丢了吗？对，不丢。所以我在想，他为什么不考虑拿那个喷泉？哎，有喷泉，我觉得其实不错。这样这回就可以丢出去了嘛？对。好，那躺也再看一下。哎呦，加十趴，加十趴。再一，研读嘛，研读，再一，那是不是再小偷再了？小偷，再小偷嘛。下回发动，就是他要选火焰机关，我也能接受。哎，那三费先丢吧。哎，说实在，进这张很诱人呢，很想打哎，不可能，不可真能，的很想打哎。你说这回就做了吗？还剩一费捏一下，这样太硬了。那闪避精灵龙，其实有飞弹可以打，对，这飞弹可以打。OK。因为你进来已经有唤醒了，那我觉得飞弹打出去其实没什么问题。OK。好啦，上，出发啦，有没有再一？OK，来出发出发。6029，聊天室要不要刷一下？6029刷一下吧。这样是两只五五嘛？对，没错。然后最好再一个什么实验伙伴，因为冰霜射线是两次对，的嘛。我说再一个实验 Oh 伙伴，my god！对吧？那刚好全 all in 的吧。全部下满，舒服。来，哦，少一只哦，减少一只。那第二只也丢了吗？实验伙伴丢了吧？丢啊，没，我会丢啦，因为下回就是巴罗夫啊。嗯，没错。那下哪的话，应该就好像下哪里应该是没有影响，差别不因为大。不管怎么样，场上的怪都可以去撞。那换这边，换下面发换动 Benkyuki 这边嘛。寒冰剑吗？还是左边的冰角？寒冰剑的话才能解。哎，Oh my god！Oh my god！哎呦，他自己眼睛也睁大了。哦，完了！Holy！哦，那先飓风嘛，先飓风，没问题嘛，先飓风嘛。先飓风吗？还是要唤醒？唤醒其实风险很高哦。哎，他这样打错了啦，他多丢一张。射线的，哦，他这样没打错，这样没打错，都这样都一样。Oh my god！What？What the？Oh my god！1、2、3、4、5张可以丢，你怎么那么棒？6张冰柱术也可以丢，哇，两个人都在秀哎，太秀了那吧？再接着秀飓风嘛，没有。对，再秀飓风，再秀飓风。Oh my god！怎么那么的厉害啊？出事啦！这一把我看了什么？请问我看了什么？已经爆发了！Oh my god！我看了什么？Oh my god！哇！我傻眼了哎，学徒还解不掉，这一波竟然全部不见了！哇，怎么会这样？飞龙无面吞食者。那下面，那他蓝卓只能看人家表演嘞。然后丢个四吧，哇，
还有至尊啦，烫已经洗了。出事啦！烫还要洗至尊嗎？没有魔关羽啊！不怕不怕，而且他还选冰甲。冰甲，纹一个啊，纹一个。冰柱术可以多少抵掉？可以解学徒啦。对啊，冰柱术解学徒吗？然后盖个，哦，他不解学徒。他、okay 啊、觉得打到这边没有差了吗？有可能，想说要先回个甲，抽牌。好啦，哦，还真的没差，还真的没差。那一二先打吧，一二先撤嘛，先撤是不是气化或火焰机关、嗯？只是他在我是在想，还是要先做七。因为如果不是冰甲或气化火焰机关，就跟头上那三张无关，他这一回的斩了。嗯，因为他可以顶下另外一张实验伙伴顶尖爆发嘛，所以他先撤是谁？哦，那他这样为什么是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拿先拿这一只去抖啊？我不知道，有点深。其实我还在想，如果真的要 C 斩，那是不是刚二二可以打通、欸、吗？对，我在想这件事啊。来，因为这样下回也没有斩了、啊，就场面的话被冰柱就没有斩了。抽牌好像也是差不多，嗯、就差一倍嘛。因为我觉得这边应该比较希望索拉瑞恩丢下去嘛。啊啊，差一点。那切吗？还是先打掉？先打掉，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这回都会把索拉瑞恩丢下去。哇，这样子离一滴。哎、欸，哦，他直接是拼了吗？嗯嗯，哎呦，给机会喽！哦，给机会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他给机会喽！学习动物园不见了，他给机会了，他给机会了。他这样，他没有用拼的，他双眼闭上嘞、欸。来，哎、欸，这手真的很给机会哦。对，哦。来了 ，Oh my god， 价值五万美的至尊索拉瑞恩，哦，好，第一发急速冷冻，气化，哎呦，唤醒魔爆术，蓝卓有没有全解的机会呢？哦，这样子可以，至少头上气化，头上是气化，气化。哇哇！直接给机会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那回不拼？哎、欸，对对对，不是他那个回合是几乎要拼的吧？哎、欸，没道理不拼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要想、啊、有什么，我还有一张至尊嘛，我刚才洗进去了，欸、没错吧？还有一张至尊嘛，那这里没这应该解怪吧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哦，他想说他就算打头也没差吗？就是冰甲会输哎、欸，没有冰甲他手上有眼爆吧？啊、他考虑了眼爆。OK，、啊、我在想是这样啊。有三种我都他都有机会赢嘛？一种就是他直接赢，一种是冰甲他下回眼爆。好，那这里抽牌吧。巨人冰霜射线。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。哦，他还是不拼头。哈 ？OK。太夸张了吧？Yes， 还不是还不拼头啊？惩罚他！欸、等一下，至尊盖一个法板。我觉得烫也傻眼嘞。哎呦哎呦，至尊盖个法板。我真的觉得有没有有没有？我觉得烫也傻眼了。嗯，再一张。那找法板啊！找法板太夸张，这有点太夸张了哎。哇，这狗没有必要下这个狗头人啊！哇，不拼头。那这里怎样？先看个唤醒嘛，哇，头好痛。那下回要不要拼头？还是直接研爆？自信研爆？这应该只能自信研爆了吧？哇，可惜啊，烫其实他这回可以再盖一张秘密。哎，其实他选择最后还是继续抽，没，因为他想说这个直伤要是有，他早就输了嘛。对啊，他觉得有直伤早就输了。好，本月手上捏一个研爆，怎么了？现在是发生什么事了？鬼遮眼拿掉了 ，OK， 研爆术。好，我们恭喜本月3-2再度拿下大对上大哥的对局，成为我们亚太区第二季的总冠军。没有，我们也只能就虽然我们很不情愿，但我们也只能希望本月在世界赛能够打出一个好表现，不要愧对我们亚太区的代表，对，好不好？毕竟我们亚太区也是大家实力
都不错嘛，没错，不要让其他区的人觉得我们都怎样，应该说都在乱打牌。你好歹你在一个很难竞争的组，你胜过了 Glory， 然后你在四强打赢的 Changsu， 你冠亚赛的对决是 Tom 6029， 你没办法，你不能输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能，你背负着他们的尸体，你要出去就给我拿世界冠军哦！okay. 要赛就一路赛到冠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比赛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我们的导播团队，还有这名志久啊，谢谢。我还在那个还在情绪中，还没缓过来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转播第二季的赛事就到这边结束了。